2岁的差距，全红婵陈芋汐采访差别有多大？红姐，采访比跳水难。今年全运会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落下帷幕，全红婵再次夺得冠军，实现了奥运会、全运会的两连冠。但相对于奥运会，这次全运会夺冠并不容易。在预赛的时候，全红婵就和自己的姐姐陈芋汐并列第一进入决赛，而在决赛场上，全红婵更是被陈芋汐领先到20多分，本以为夺冠无望，但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说过，全红婵是名副其实的大赛型选手。果然，全红婵也应验了这句话，虽然落后，但全红婵心态十分稳定，最后三跳再现水花消失术，反超陈芋汐，而陈芋汐却因为太大的压力，后面几跳发挥有点失误，最终被全红婵反超拿到银牌。虽然陈芋汐的成绩在国际比赛中完全能拿到金牌，但谁让对手是全红婵呢？在比赛采访的阶段，我们也能看出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差距。很开心能站上最高领奖台，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哥。首先很荣幸能再次站上领奖台吧。就是前段时间奥运会刚比完，在隔离期间，然后能恢复到一个相对于来说正常的水平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陈芋汐比全红婵大2岁，两人的关系非常好。全红婵在国家队的时候经常靠在陈芋汐的身上，全红婵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，而陈芋汐却多了一些她这些年龄所不具备的成熟。其实在赛后采访时，我们就能看出两人的差距。在全红婵夺冠之后，何教练带着全红婵经过媒体采访区，本以为要接受采访的全红婵却被教练生生的拽走。全红婵也是可可爱爱的冲着媒体鞠躬，如果发生其他运动员身上，可能会被质疑耍大牌、炒作等问题，但和教练拽走全红婵却收获了一众好评，这是为何呢？当初陈梦夺冠后就被媒体挖了一个坑，说出了我的时代到来了，被媒体大肆炒作，最后陈梦解释，刘国梁也出面解释，对陈梦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而全红婵才14岁，他并没有对付媒体的经验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言多必失，小小年纪的全红婵万一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出不合时宜的话，势必会成为媒体的焦点。现在全红婵的热度太高了，所以何教练宁愿自己背锅，也不想媒体干扰全红婵的生活，也证明了何教练作为全红婵的主管教练，对全红婵的保护十分到位。而反观陈芋汐，说话面面俱到，这肯定是教练提前安排好的。所以说，在抛开运动员静态天赋的同时，教练的指导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。纵观全红婵奥运夺冠之后接受的采访多为央视采访，很多自媒体采访全都被何教练推掉了。而全红婵在自己面对镜头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拘束，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，这种强烈的变化是一个14岁小姑娘难以承受的。对于全红婵来讲，采访要比跳水难多了，庆幸有一个爱护自己的教练，能让全红婵的职业生涯更加纯粹。